平，今天加58平露台户，终于交屋耶！我们今天是来办交屋手续的。来，所以今天等一下要说要定型所有的手续，对啊，對我们就说时间好了。贺成交，做个记录咯。开始。购物袋里面装的是房子哦，交屋包，对，等等，所有东西都在里面，整理的非常好，所以这是远虫很专业的地方，你都不用担心，就这样整个都弄得好好的，哎，那他没有钥匙那些哦，等一下，哦，等一下嘛，下哦，所以换现在换那个主任的部分，换下一手，换主任的钥匙了，刚刚是所有权那些东西处理好了，是，对，然后现在就是换主任的现场状况，马上下来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再继续说时。这其实第二个程序验屋我们已经验过了，验过了，对对对，所以还要再去看，用吗？不用吧？要吧？是吗？要去看他到底是用的怎样是吗？不用，好 ，OK。交屋也交，哇！来，现在装修喽，交屋也交。我感觉外面天气51.7平，总共75平，外面的露台有58平，比室内还大。所有的要点交的钥匙什么在这边，然后他们还很贴心的先帮我们打扫过了耶。他说早上有先打扫过了，亮晶晶的这种感觉。哇，好。那针对我们上一次在验屋的时候，有些地方，然后主任会叫我们再检查一次，这样子。好。好。好。你的好姐，这个好，那我们来说时。好。那个当初讲客厅落地窗，玻璃不行啊。哦，那如果玻璃上是有很多刮痕的地方呢？他会去做抛光，那除非那个很深很深，他能够做的话，那因为你那个都是浅层，可是大部分都是清洁的时候拿什么的刮到的，对，所以他们可以做抛光处理。抛光那个痕迹就不见了，对，玻璃也可以这样。浅层的刮是哦，除非你是很深，或者是说像那种小片的，那种可能是用去抛光这样子便宜，还有些那里面整个更快还更快，就不要抛光。像这种这么大片的，它一定是抛光，抛光的。光换一片就真的是很麻烦，现在根本就不肯做电梯镜，对，这就用抛光处理。了解，懂，好 ，OK。这个是玻璃花，还有这边。然后那边是之前了解的四柱跟主卧，之前贴贴纸，然后我们就做抛光。你说当初讲看得到，已经看得到，比较明显的。哎呦，真的不见了哎。对啊，那个时候的刮痕都不见了。对，好厉害哦！抛光都抛掉了，技术真好。那我们的第三个厨具的厨房的厨具有裂痕，当初58室内51，对啊，太惊人了。
其实就只有这一户这么大，这边没有啊，这边没有弯过去的，只有这边有这么大。那那时候是不是也有墙壁外面的，还是是里面的？啊，墙壁的缺失要一起看吗？是外面的，里面的？但是出面的那个都有，都有检查过，都有整理好。那这露台清洗要怎么清洗比较好？用强力水都？用水冲冲刷，刷一刷就好了。对啊。像这个灯哦，它其实到。它其实是有两个灯泡，有一个是由公司的时间到的时候，它自己会关。第二段是从这边关，其实它上面还有灯泡。当然是公司的整个打开的时候，它就使用那个公司的电池里面。啊，所以它它是用公司的这两个电池里面的灯泡。它当你自己开，当然是自己的。它晚上它自己亮起来，它就吃。哦。往上有两个灯泡。往上面跟往上面一个，下面一个。往下是我们的，往上是公司的。这个，这是我们的。它就是你们的。对。所以上面那个我没办法关掉，没办法，它是定时开关，我没办法说不开不关。这是你的，哈哈哈哈哈。为了方便，关造型灯。好，那我们过来。后阳台，刚看完了，后阳台3218。它这个裂开了，没有换掉。它这个有换掉，这个有换掉吗？这个有换掉吗？没有换掉吗？那还有这个还没换？没有看到这个东西，然后把它写下来。所以刚刚就还有两个，就有一个废板。还有它厕所缺排水提桶，这个当初可能没看到，自己检查这个的话有发现，就把它加下去。真是细心，我们那个存水弯，对，也是可以提起来。对，你只要东西啊，不小心什么东西掉下去的话，稍微丢，这边还有办法把它救起来。哦，但是你这个要有一阵子要比时间呢，要记得清哦，不然会有点堵塞哦。对对。不会有这个吗？都有。对。所以两间都有，三间厕所都有。存水。之前好像有一个不见的，所以我们自己检查把它补起来。OK。这是后面写上去。HA 面板故障，不过 HA 是当初我们没有特别看到这个，对，今天没有来检查，我保险来。那现在都可以用了。这是我自己写过来的。OK。所以我可以用什么测试？那个啊，这个是不是有 APP 可以用 ？APP， 但是这个怎么使用很好，那个说明书。Thank you.
最上面，所以我可以看到门口吗？看到门口，看他的花房，看他的开放，给你们，因为我们进的很多，他看他要开放哪几个，就给你们看。这现在没有。现在他可能没有开放。别户的，这是别的户别的。这也是。嗯。当然没有会的。对。但是这个他就没有开放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喂。喂，你好，我远雄在交互测试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OK。他这个也没有看到。对，对方也看不到。对方看不到，你不会想让你人家看你私的东西啊。嗯。到时候你可以看我，看关于对。好，看关于对。对，可以看到外面。没有哎、欸，对，这比例好像有点拉长。有有，哦，也可以开启啊。那、啊、可以开启啊，自己开启。对啊。那一般就是一般两步想，然后就可以开门，这样就开了，很不错。好，好的。所以再来就是另外的最后一个哦，抽烟机，我们测试发现它能不能比装好。嗯。啊，那个爬上去看哦、喔，因为这个管子接到外面去，有这一段的。哦，我们管没接啊，所以你们都会测到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就对了。我们会自己上去看看。OK。对。它、啊、是从哪里看？从这里看。这个灯打开。对，有这个小灯。好 ，OK， 好。OK, 好 okay。那你说全的交换器在哪个位置？这个位置一样，跟国会一样的这个位置。对，好。所以它也是开这个维修孔上去用吗？对对对，等一下我们需要保养的话，通过这个维修孔。好，那接好。所以刚刚这边全部的东西，好，我们就。交屋完成，那个贺成交，可以开始装修喽！期待我们第二间的装修吧！天哪、啊，一年要装修这么多房子，好累！噔耶！上次漏掉的是那个电箱的钥匙。哦，电箱的钥匙，它是没开啊，电箱好像不会给钥匙，但是它没有打开。哦，是这样吗？电箱不会给钥匙哦。电箱不会给钥匙吗？但是国会他没有把电箱钥匙打开。一般不去锁这个东西的、啊。我知道啊，就不知道怎么锁。下面这边，它是锁在下面，所以这个都不会给钥匙，就不用锁。因为其实哈，这个电信的是公共钥匙，对，这是通用的，没有什么特别。好，那这个都是情侣就可以的，那个也是这样的。OK。一般人都去锁那个，那个有些会做墙的，对，对，那都可以拆。对。不会，会它会空出来啊，很空的。那我们再看下面设备，然后会开关，电梯开关键就是上面那一个，然后室内的插座、重量插座、水平插座都装上去了，但是有三个保安灯。哇，其实这是他如果不装潢就可以直接进来的。保安灯。保安灯想干嘛？这个就是一点紧急照明灯。好，我们发四个看一下。然后停电的时候会亮起来，晚上可以当小夜灯使用。它不会有动这个吗？有。哦，没有。还没啊。哦。你那一箱都放在里面了。真的装完好以后，对插下去就可以了。那你晚上亮不亮，看你自己做设定。嗯。可以。如果紧急照明灯，我当小夜灯使用。它这个就可以交，放在这个装完就可以不见了，所以不用紧急照明。有三颗，这样家庭要打扮蛮干净的，嗯。啊，所以还没点交房，还有设备。好吧，继续。当然这是电池是要这个才是已经它有没有把灯泡换掉比较亮，然后这边有遥控开关两个，
交完身，好多东西要点交哦。在这里吗？对。嗯，等一下下雨。谢谢主任，耶、yeah。至于这个那个清洁跟这个话，要你的时间还是怎么样？还是你过去告诉你吗？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对。